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。其实我一直到总彩前吧，也就是礼拜四的时候，我的脚都还是有点白咖，就是我有为了准备演唱会有点运动过度了，所以有点肌腱炎。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，闻你的呼吸，一眨眼，一万年，留给我别困住你。我要来骑海狮了，海狮经过的地方要有尖叫声好吗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。其实我一直到总彩前吧，也就是礼拜四的时候，我的脚都还是有点白咖，就是我有为了准备演唱会有点运动过度了，所以有点肌腱炎。总有一天身体会可能会发炎，可能会怎么样的，我们不知道。没有要诅咒谁，不要诅咒我，拜托脚要赶快好。但是我觉得这教会我的一件事情就是很珍惜嘛。所以重点就是，当我们停在刚好的时刻的时候，会留下一些悬念，然后真的就可以明天再见。So， 珍惜当下。明天再